同台为我传情赴天呢。你与同手似雪之前，你同是佛祖宇宙本是其实，你同繁华龙火火火火火火。主播一搭相恋换，我把小宝探一探，喜剧演员宋小宝，全国网友都知晓，舞台笑容很灿烂，幕后心酸记人间，半生坎坷成名路，听我给您来讲述。话说1996年，小宝家里很困难，15、16岁辍学中，踏入社会去打工，劳务市场打零工，每天干活不轻松，因为人脚没力气，获得报酬最便宜。因为身材太矮小，工作非常不好找，劳务市场卖苦力，一不小心被人欺，被人打，被人骂，这些钱都不算啥，最大问题不赚钱，保证生存都困难。出大力流大汗，酸甜苦辣都尝遍，吃过苦，受过累，人生路上遭过罪，人生路上遭过罪，又有几人能体会。人生路上遭过难，听我接着给您谈。转眼19岁那年，他和二人转结缘，成为二人转演员，造就今天不平凡，从此踏上演艺路。听我给您来讲述。学艺路上不轻松，各种绝活记心中，各种绝活都学会，不怕吃苦和受累，遭过各种的白眼，命运才开始反转。小宝表演女性化，台上台下差别大，这种喜剧的风格带给大家了欢乐，观众非常的喜欢，演出邀约不间断。能和小沈阳比肩，有幸认识赵本山，引起赵本山注意，收入麾下当徒弟，拜师进入赵家班，从此一步都登天，靠着师傅的协助登上电视的荧幕，表演相亲的小品，舞台风格非常稳，海燕你可长点心，经典台词非常深，经典台词传播广，网友争相来模仿。互联网上有热度，参加各种的节目，参加欢乐喜剧人，吸引粉丝一大群，甄嬛后传很搞笑，星际旅行有爆料，还有碰瓷也经典，搞笑夸张的表演，事业达到了巅峰，不忘初心往前行，曾经遭受的磨难如今全部都兑现，磨难是一种财富，不就今后演艺路，永远祝福宋小宝艺术道路发展好，那个发展最怀念三次在国内唱绝和牧羊写一首浪费点公益之歌，偶然在电视上看到了苦花作歌，为他们量身制作月亮之上花遍全国，因歌曲的走火孔雀与苦花签约，苦火死不活已改名凤凰传说，因苦爱问传奇被别人一语打破，改名成凤凰传奇后在央视情歌赛上一战可后，因令花太紧张被评上第三等奖，可是有俗话说是镜子总会发光，在星光大道上再度唱月亮之上，荣获的年度亚军冲进乐坛势不可挡，身躯冠民族风有时间以后再讲，在成团19年首先把祝福送上，我们到第二期又要把什么